敗咗英華，獲得今屆 Panasonic 2014漢王中學。我哋有请我哋香港篮球总会副会长黄伟雄先生帮我哋颁发袖章，继续打嚟俾用，俾掌声佢。恭喜晒何以富！何以富，雙料得主，以富將會得到一部 Panasonic 送出嚟嘅 Lumix 嘅輕便相機一部。以富喺今次嘅比賽一共攞咗43分，俾掌聲何以富。大聲啲啊！就係你，蔡俊勤，效力甲一組進龍籃球隊嘅蔡俊勤，佢亦都係同樣得到一個獎杯啦，一件由 Adidas 送出嚟嘅 MVP 冠軍嘅波衫，要翻到屋企掛喺門口啊！仲有 Panasonic 嘅 Lumix 嘅相機一部，同埋 Adidas 嘅 Crazy Quick John Wall 籃球戰鞋。再一次俾掌聲，蔡俊勤。有請以上頭先得到個人獎項嘅咁啊，拉沙其實今年都少咗一個球員，因為阿英華啊同學阿 Tom 啊，因為喺賽前佢整親只腳，所以今場賽事都冇上陣。如果有埋佢咧，咁又唔知個冠軍係邊個啦。揾啲同學可能要喺前面半樽啦，或者跪喺前面啦，好嘛？係啦，揾啲同學踎踎喺前面。有請阿蒙生企喺中間。蒙生企喺中間睇下，包埋個冠軍亞軍獎杯。隊長唔該，阿以富。兩個企喺中間啦，係啦。一齊攞住亞軍嘅獎杯，英華。有請蒙山留步，恭喜曬英華。跟住就係男子組嘅。咁啊，男子組冠軍啦，得到好豐富嘅禮物啦，有獎杯啦、獎牌同埋 Panasonic 贊助嘅一個好靚嘅蘇跑啊，可以落得水嘅個蘇跑。調翻轉舉起嘅正面個蘇跑嘅正面，唔該同學，喂，上嘅同學，我啲球員攞獎牌嘅喺前面半樽，高嘅球員就企喺後面啦。
你嘅教練咧，胡國鋒咧，古 Sir 一齊出嚟啦！冠軍，冠軍多謝教練。洪生跟住會幫我哋頒發埋個冠軍嘅獎杯。Panasonic 學甲籃球邀請賽2014嘅冠軍獎杯係不世嘅，由佢隊長蔡再勤負責領取。跟住影一張大合照，洪生企中間，揾啲同學企喺前邊，踎踎踎，洪生嚟中間。喂，講鬼出嚟！最好攞個蘇跑出嚟，係啦，佢喺度蘇跑，依潛水蘇跑啊！男子隊，你留一留步。